妈，你给我姐姑去姐姐姑你都不带你带你啊，一起才有姑姑上姑到姑娘不接话。我没不慌着心到啊，我为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的到那点没有啊？那早是这么那点，就冒烟冒菜的那个，可冒冒多的怎么的？林建木，我想给这个油膏，我就想好了油膏了，我该就能结账。老哥，我在老哥学的，鬼洗油膏呀，鬼洗油膏最后让红脸呢。只要我个这天摸嘛。姑娘，干什么？那你早过来，你那个金牛哎，要被弄哎，个金牛到你多呢。姑娘，什么？谁不没干净？可怜啊！你不来，那我娘没奶，你说话，那个今年个节目也都没见呢。Oh,
要指定老年毛脚。